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2月27，诗篇107篇13-14节的讲，因在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，伊对黑暗死荫中带因出来，扯断白鹰的锁，三个来祈祷。解救我脱离患难，扯断白鹰的锁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知、全智、全能、圣洁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慈悲、怜悯、疼痛的至疼天父。主啊，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帮助和安慰。主啊，在这个世间，苦难和困境是我无法度相比的，总是我相信你是慈悲和疼痛的上帝，你要在艰难中伸手来帮助我。主啊，我知在世间有苦难，不过你爱我勇敢，因为你已经打赢世间，因为我在苦难中哀求你，你就解救我脱离患难。你要对黑暗死荫中带我出来，带断白鹰的锁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